里有一棵木棉树，木棉花的花也可以吃，不过这个木棉树的树干上有很多这个刺。这个木棉花它的花和它的根都有止血的作用，树皮可以治疗胃病，外用的话好像可以治疗跌打损伤。这个就是木棉花的种子，它的外面包裹着一层这个棉絮，有点像棉花一样的絮状物，它的里面就裹着一个种子，这样的话它从高处落下来，这个就会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木棉树传播种子的方式，它的种子像棉花一样特别的柔软，还被称为植物黄金，在古代是一种很重要的纺织材料。这个木棉花的种子可以用它来做枕头，木棉花可以说全身都是宝了。木棉树也被称为爱情树，舒婷的《致橡树》里面曾经说过，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儿，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。也不止像泉源，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。也不止像险峰，增加你的高度，衬托你的威仪。甚至日光，甚至春雨，这些都不够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跟你站在一起，根紧握在地下，叶相似在云里。你有你的铜枝铁干，像刀像剑也像戟，我有我红色的花朵，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。我们分担寒流冬雷霹雳，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霓，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，这就是伟大的爱情。对着这棵树我也许个愿吧，希望我2018年能够找到一个男朋友。我一直在丛林里面走，旧伤未愈又添新伤，看这些都是被树枝划破的，还特别的疼。这些被虫咬的疙瘩都已经习惯了，基本上每时每刻身上都有这样的疙瘩，很多时候我都已经没有痒或者疼的感觉了。我之前想生理期的时候可能就只能用草木灰了，但是我这个幸运儿，我在这里找到了木棉树，现在有了更好的解决生理期问题的办法。那边还有几棵木棉树，去那几棵木棉树下面再捡一些。这样就可以把它带走了，它也不会散。这个树枝上有好多果子，这个简直就是在炫富。这个是一棵巨果榕，这种树一般是生长在比较湿热的地方，在热带比较常见。这些果子看着红彤彤的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但是这种类型的巨果榕也叫猪果，它虽然说可以吃，但是它味道不怎么样，而且这些果子成熟了以后，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小虫，就像这样。等我做好了庇护所以后，过来摘一些，把它晒成果干，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一些。像这种绿色果子的巨果榕，它的树皮里面鞣质含量特别的高，可以用来清洗伤口。鞣质的话可以用来处理兽皮，会让兽皮变得柔软而且特别的坚固。这种树因为它的鞣质含量特别的高，还会寄生一些紫绦虫在上面。这个木头被动物啃成了这个样子，而且上面有好多这个虫吃过的痕迹，里面应该有一些虫。这个迎风坡的植物跟背风坡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异，这边的话树藤更多，然后树也更高大。我决定把庇护所坐在这个地方，利用这个石头还有这棵树那棵树，我弄一些树枝这样挡起来，然后在上面做一个顶，这样的话它可以离开地面，因为这边相对来说更潮湿一些。虽然现在是旱季，但是如果到了雨季，随着降雨量的增加，地面会非常的潮湿，需要离开地面才行。到目前为止我找到的最理想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，下面的地势也比较平坦，
非常的合适。我用无人机飞到上面去看看，看一下四周是什么情况。